戴上国旗帽敬礼，获得全场掌声。争取国民党总统提名的郭台铭首场请义之旅，在名嘴朱学恒与美人陪同下，22号晚间在新竹登场。台湾又要变成亚洲的弹药库，要变成亚洲的科技厂，中美等距，台日命运共同体，亚洲命运共同体，世界命运共同体。大谈两岸政策，不要战争，要和平。郭台铭高调争取代表蓝营出战，即便国民党征召侯友宜参选，气氛浓厚，郭台铭一点也不担心。怎么会有万一呢？我一定会赢的，对不对？希望能够推出一场最强的候选人，我相信朱立伦主席，因为他是最强的人。不怕朱立伦征召不公，郭台铭霸气高喊一定会赢，但蓝营人选瞧不拢，党内还有一群人在等那个男人，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一股力量，我们始终都没有离开韩国瑜。国民党伊就讲主动纳入内参民调，啊，如果拿第一名，希望会当顺利征召韩市长。数千韩粉在高雄发起挺韩造势活动，就连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副主委也到场力挺。绝对不要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我们对我们主要候选人要有信心。到底征召谁？朱立伦就是不松口。面对党内挺韩挺侯派，还有毛遂自荐的郭台铭，国民党的总统人选看来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。三立新闻，格子高雄日本台北参谋报道。